欢迎来到小九撩剧。看的古装剧越多，就发现这么一个规律道：不怕男二痴情，就怕男二长得帅气，但凡男二长得丑点，观众心中的意难平也会少一些。锦心似玉播出后口碑两极分化，我个人觉得锦心似玉越看越上头，剧中的一些伏笔暗示细节铺垫还是很到位的，男女主的演技也都在线。剧中除了男女主的感情线以外，男二对女主的感情线在开头就已经有所铺垫。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，林世显对十一娘是一见钟情，除了格外期待徐令宜和十一娘早日体面以外，对于男二林世显与十一娘的感情线也是十分期待的。林世显的出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一身白衣，风度翩翩，看到有人落水也奋不顾身地下水救人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林世显不光长得帅气，人也非常善良。十一娘前去感谢林公子的救命之恩，一个回头，一个眼神，林世显对十一娘动心了。十一娘道谢，林世显一点儿也不邀功，还告诉十一娘当时救他的另有其人，他只不过是从旁相助而已。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足以看出林世显为人光明磊落，坦诚直率。林世显表面上是一个洒脱的公子，实际上是欧家最不受待见的庶子欧彦行。说到底，他也是个悲剧人物。欧家是靖远侯府，欧彦行的母亲身份低微，他也连带着不受家人待见。说到底，欧彦行的命运和十一娘有些相似，可相比之下，他比十一娘悲惨。十一娘虽然也失去了最爱她的母亲，可她至少还有罗大哥的疼爱和吴姐的关爱。欧彦行的生母去世的早，自从母亲去世后就没有疼爱她的人了，她还要处处看人脸色，这其中的苦楚和憋屈想来只能藏于心中。她对于家族中的尔虞我诈和斗争早已厌恶，趁着做生意的机会，她将自己置身在山水中，手执一壶饮，享受大自然带给他的自由和洒脱。十一娘羡慕他游览大好河水的洒脱，而他却也羡慕十一娘有个疼爱自己的母亲。十一娘曾对他说，虽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十一娘的爽快有远见与众不同，恰恰是最吸引了林世显的。缘分是最捉摸不透的东西，安排了相遇，却也安排了错过。十一娘和林世显错过了一次，也就错过了一生。当林世显再回到京城，他所爱慕的十一娘早已成为永平侯府徐令宜的夫人，可他全然不知林世显在绣房和十一娘巧遇。人群中他还是一眼认出她，十一娘的笑容还是令他心生欢喜，他的一句好久不见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思念之情。他原本以为和十一娘再没有重逢之日，没想到两人会再次相遇，喜悦之情全在他深情的眼神中。得知十一娘经常去绣房，他便时不时地去绣房闲逛，只为再次偶遇十一娘。为了不错过和十一娘的碰面，他将银子给绣房的小哥，等十一娘去绣房时让小哥知会他一声。林世显真的是爱十一娘到骨子里，他只和十一娘见了三面，就懂得十一娘是个性格爽快、心地善良的女子。他盘算着如何与十一娘偶遇，如何去罗家提亲，如何把十一娘娶回家，如何带着她游览大好河山。可这一切只是徒劳。当他得知十一娘已经嫁人的那一刻，他该有多受伤，该有多难过，整个人的心都被掏空了吧。当他在绣房和十一娘遇见，当他已经得知十一娘嫁给了徐令宜，当十一娘站起来眩晕的那一瞬间，他还是及时地扶住了她，他的眼神从未离开过十一娘。徐令宜不喜欢十一娘在绣房抛头露面，几次想要带她回去，林世显对徐令宜说，她若不想走，你不能强求。林世显对十一娘深情又专情，懂她，惜她，十一娘要是嫁给她也会成为最幸福的女人吧。徐令宜误会十一娘和林世显，当她拔刀欲刺向林世显时，
十一娘情急之下抓起篮子中的剪刀相威胁，徐令仪的眼神吓得十一娘往后退。就在十一娘倒下的瞬间，徐令仪还是护住了她，而十一娘手中的剪刀不小心将徐令仪刺伤。林公子得知十一娘在徐府过得不好，想要带十一娘远走高飞，可被十一娘拒绝了。林世显的下场也是惨淡，一直不受家人待见，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心爱的女子，却爱而不得。林世显真的是爱十一娘到骨子里，可惜还是错过了。果然，男主必须是女主的，男二只能是大家的意难平。